我都这个，你包容这个，我没有这个。我在那些没，我没犯法，我没杀人。我不要听我，听见没有？好，我听到了，两个人听我。来来来，兄弟，你不要骂了。好好好好。你不要理他，不要骂他，你们不要发脏话，你们不要骂他。脏话，你们不要骂他，对，你们不要说脏话，你们不要说脏话，幺幺零，你打幺零，你打，咱们那个幺幺零好吧？你打，你给谁打都行，不要乱动，不要骂人，不要指人。谁给你的权利啊？这就是谁给我的权利啊？这就是你们上海人。你愿意找谁就找谁。是，这就是讲道理的。这就是你们上海人还骂人。我从来没骂过啊。给你录下来了啊。我担当。你给你录下来了。这个社会是像你们这。肯定你家后台肯定很硬的。现在上海。你上海现在一天一两万多例，你这种人，就你们这种人，好恶心不了，穿的。你把酒拿起来，拿个喷壶给他喷的，跟消毒，你消毒。现在就放马屁，三幺，手不要撞，手不要撞，别受风了。不要叫你声音，远一点，不要别打，远一点，受风了。来这边，别骑了，你在干嘛？我给你钱的，你所以你跟，那太过分了。这跑了啊！你给谁打都行，不要乱动，不要骂人，不要指人。谁给你的权利啊？这就是谁给我的权利啊？这就是你们上海人。你愿意找谁就找谁。是，这就是讲道理的。这就是你们上海人还骂人。我从来没骂过啊。给你录下来了啊！我担当。你给你录下来了。这个社会就是像你们这，肯定你家后台肯定很硬的。现在上海新增了这么多。上海现在一天一两万多例，你这种人，就你们这种人，乱及不了穿的。你把酒拿起来。就这样我们的原则。别回家，别晒被。哎，不是，我好啊，我回来了，你太嚣张了。待着就好，你只要不出来，我们绝对嚣张不了。因为你出来就好。你在这人家不。